这里面是个自毁程序，你们都是病毒。快通知所有人把办公区的电脑都拔了。哦，哎，里边怎么回事？肯定也是这样的。有什么情况？钟老师，你先冷静，你们先怎么办？文婉，我希望你实话实说，老宋到底是怎么计划带你离开的？这个人你认识吗？<笑> 我也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死的，到底是谁杀的？我比你更想知道是谁杀了他。你在这儿跟宋白羽通了半天了吗？宋白羽的位置？为什么会在宋白羽那儿？为什么？宋白羽离开之后，你知道他去了哪儿？那我们真不知道，那算他私事吧。我也不知道一切的真相，但我会是证据链的一部分。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，他把密码隐藏得这么深，不可能这么简单被我们发现了。